就要进入这个状况。这个背嘞，哦，我听无到，哦，背都长歪了。我爸爸，这老是背酸的。嗯，我来去阮山啦，背山是山啦。我来去阮山，我来去阮山，我来去阮山啊。啊，去哪里？山东。可以想上的都进来，欢迎加入。大雪山的大美女换帅哥啊！可以了哈，好，自己真美女，好。等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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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嘞。等嘞，等嘞，等嘞 ，OK， 录音。OK。那个什么，走前面而已，大概再走两分钟就到了，快走了。喜欢讲这些。对啊，你讲嘞，如果安尼啊。来，黑啦，就这个，来，我是他们家的，好，一二三，你也能走，来来来，我告诉你来，来，你再过来，来，我你打开你的了，赶紧，把这个口罩摘了，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好，你那个口罩摘下来。来，这边讲不出来，这边录影啊，对，录影。哦，是哟。哎，你看那镜头面顶啊，你看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拍出来了。身上衣服。长腿。长腿美女，很好笑。哎，小老爸。哎，拍一张啊。来，应该是你姐。这边上来啦。来了。来，你过去，没关系。两边啊。三边拢有了。来。小钟，照一下，录影哦。那、小钟呢、啊？节目主持人呢、啊？小型的。好了，跟大家讲哦，哎，为什么四角形门口要做那么小，不做大一点哈、哦？那因为哈、哦，早期的哈、哦、在做研究，按照蝙蝠哈、哦，其实吃的很多东西啊，虫也吃，哦，啊、飞的也吃，水果也吃哦。所以呢，他为了吸引他们进去住，哦，在里面有放水果。这个这座山海拔3492公尺哦，因为呢，从外面看起来都是尖尖的形状哦，另外一个角度看起来都是尖尖的形状哦，所以有台湾三尖之称哦，三尖哦就是指那一座哦，大巴尖山啊，大巴尖山哦是哦有它的传说的哈、哦，我们这边昨天有讲到，这边有住很多原住民对不对？哦，最主要最多的有泰雅族。还有塞夏族、哦啊、最后还有最近还有月光族跟营养不足、哦、很多、哦、还有睡眠不足、哦、金钱不足都有、哦、好来按、啊、那个相传、哦、这个大坝尖山就是我们泰雅族的圣山、哦哦、为什么叫圣山听说因为像现在祖先就对他拼出来的、哦啊、为什么不要在这拼要走去那拼我也不知道、哦、可能那地理较好、哦、那个风水比较好所以都跑去那边放出来了、哦、所以呢、哦、有时候你早期、
哦，如果去遇到哦，你们要登山之前要请那个高山向导哦，你若去请到那泰雅族的哦，有时候他们带你们上去的意愿就不是很高，因为怕大家打扰到他。介绍一下，因为这颗雷达太厉害了。啊，你知道美国很奸诈，这种太厉害的东西，他即使卖给你的，他不是把你阉割掉，不然就是叫他的人在用。哦，所以呢，上面都是住美国的工程师。400亿有消息，他是直接传回来。哎，对，不会传给你。哎，因为有消息哈，侦测得到的讯号，他直接会先美国，会先回美国，然后他觉得可以给你台湾的，他再给你台湾来使用。哦，没有说收到都台湾的，不要喝康的哈。哎，来，阿哥你们介绍，这个是去年刚启用的。谢谢。哦，那你们前提。哎，给、这个、OK OK。啊，妈，我是去年发生一件事是起的，是同一座山，叫鹿场大山，这边有写到。哦，昔日称鹿场大山，就是指这两座。来啊，为什么现在要把它拆成两边？因为民国54年要盖雷达站，啊，军事重地总不能跟其他的山合在一起吧，所以就要把它拆成两座山来做管理哈。哎，那呢，这个乐山为什么叫乐山哈？因为那时候要盖雷达站，一定要有很多大官上去巡视。哦，那时候那个参谋长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有点忘了哈。来，他上去这座山，他看一看，觉得说，哎。这边以后哈，来这边上班的空军应该会感到很快乐，因为风景很漂亮，所以就把它取作乐山。好，来啊，快山为什么叫它为什么叫快山？里面很多怪物哈。目前哦，这条有个山跟台北市那么大哈。来，那呢里面呢总共哦有分作三个游戏区，昨天我们有介绍到了哈。来，那呢这三个游戏区哈在哪边？来，关路在这边。好啊，关路要怎么进来？哦，从竹东进来哈，进到这边关路。来，那第二个哦，雪见游戏区在哪边？哦，在这边。雪见游戏区要从哪边进来哈？我们比较快的走法是从汶水哦，走这个。现在有一条快，不知道是快速道路，哎，七四二哈，从这边进来到汶水，直接就转进来了哈，比较快。哦，那呢，来到这边就继续走哦。那呢，来武林游戏区，来，那呢这三个哈、哦，三个游戏区都有小糖无？哦，行路都有小糖，哦，那开车就没有了哈、哦。开车子都要从外面绕，哦，像这边哦，竹东啊，这边就要从汶水，啊，这边就要从哪边？宜兰还是清境哈、哦？所以没有像那边刚刚有看到了。来，还有一个雪山。哦啊，所以圣莲线呢连起来就这样啊，刚刚就是这样看过来，哦，刚刚就从这个看过来哈、哦。来，那呢来到这边哈、哦，其实来我们关路这边，其实主要要干嘛的？要来爬山的哦，可能不到几百只的哈、哦。来，那呢，来先看一下哈、哦，眼前你们看得到这一只是放大的哦，实际上是这样子，哦，很小一只哈、哦。来跟大家讲哈、哦，这个哈、哦。这个早期哈、哦，还没错哦。来，等下再讲说，有人从远远看就像哎、欸，娃娃鱼哦。来跟大家讲，娃娃鱼它其实如果要长大，可以长到大那么大没关系，没问题哦。但是呢，我们的三焦鱼最多就是这样子，10公分、10公分哈、哦，最久活10年，哦，就活10年而已哈、哦。来啊，这个就这么小哈、哦，大概像我中指那么长而已。来跟大家讲，其实。早期台湾并没有这种生物，瞬间都心疼。哦，并没有这种生物哦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侏罗纪？哦，就是那个冰河时期。哦，冰河时期哈、哦，台湾跟中国大陆是连在一起的。瞬间都心疼。然后这个，有听过一句话吗？